听我解释，我们有背叛组织啊！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好谈了。等等，还有的谈，长久以来我一直都很努力在去工商啊。虽然是这样没错，但是为什么每一次都有人没有什么好谈？等等，还有的谈。虽然每次工商几乎都是由我主演，但是我是为了省通告费啊！我绝对没有篡位的意思，我是为了组织着想啊！打骂嘞，收拾吧，没有什么好谈的。等等，还有的谈。最新像素风手游《游浪繁松》炮闪弹射玩法，让你弹到停不下来啊！玩家扮演一座陆上方舟流浪方舟号的舰长，在荒原上游荡，救助幸存者，收容失散的英雄，带领大家寻找解决致谢草的方法，重建人类文明啊！像素废土风格弹射策略手游，让你暴走弹射，无限爽乐哟！啊，怎么直角又是你？哈哈哈哈，这再弹一下咯。哎呦！来，大家走啊！哎，今天某一个组合有点新鲜，其实有点睡不着。对，为什么？我有点兴奋。哦，真的假的？对，我其实有点兴奋，然后睡不着。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身后这些东西，对，知道我们要干嘛了吧？冲浪。是滑板，滑板，对。滑雪啦！所以我们今天是一日滑雪。选手，我本来在谈的时候是想说一日滑雪体验，但是不像我们的风格，不要加一些挑战在里面。哎，可是达哥很厉害，达哥这样挑战是不是有可能要升级？为什么？我怎么很厉害？特别滑雪，滑过三到四次。有这么少吗？真的，因为我这么多钱去日本吗？我觉得有，最近代言接蛮多的。几年前的事。今天也是，就是希望可以更进阶，看可以学到什么程度。那就要挑战一些难的啦，对不对？要更进阶。你们今天不是来看我成为选手的，我们也要成为选手，我们是要在旁边当我们的大哥，加油！对，大哥，加油！加油！加油！还有台哥啊，台哥。对，讲到台哥，为什么没有台哥？因为台哥跟你们学的东西会不一样，他是要学 ski， 你们是 snowboard。对，这次的这个计划很酷，是我们不是在这里完成一切，我们等于是在这个地方完成前面的教学之后，我们会到日本真正的雪场去做测验，然后完成你们的目标。所以我们会去日本，真正的不是只有这里，不是，现在是这样，就是看一下今天可以教你们到哪里，之后呢，到我们要去日本之前，大家可以随时运用你们空档的时间，都可以过来，想来就来，想来就来。真的吗？我怎么觉得老板在跑路？我刚刚有谈到这一趴吗？好了，刚好就提到那个就是老板嘛，那就欢迎老板喽。对，欢迎佩瑞叔叔，欢迎佩瑞叔叔，谢谢。Hello， 欢迎佩瑞叔叔，欢迎大家。好，今天就麻烦佩瑞。对，麻烦佩瑞。这样，刚刚阿亮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目标越放越远嘛，现在直接变成滑雪选手，所以我们整个完全升级了。为什么会选在这个地方开始？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当初就是希望把滑雪这样一个大家都很向往，台湾没有雪，我们都很向往。那因为我在国外，我以前是选手，然后后来选手退役以后当教练，然后我也在日本做滑雪学校很多年。在日本做滑雪学校很棒，可是如果我可以把滑雪场某一个部分带回来台湾，对，那其实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场地啊，可以几乎模拟到90%可以在雪场做的东西，对。然后呢，我们甚至在这个场地哦，是可以做一些道具、一些 freestyle、一些跳台，就是达哥会使用到的部分。对 ，actually， 你们搞不好也会。既然这是一日选手系列嘛，对不对？一定程度、一定 level 安全内。给大家一些挑战，好不好？期待达哥的表现。对，我们今天三个人打都是选手，我们都是选手。OK 啦，那我们现在就是先穿装备，穿完装备之后呢，我们就会先看学长们示范你们要到雪场的目标是什么。好 ，OK， 来 ，OK， 好 ，Let's go，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其实现在在这个阶段，你是哪一只脚在前面穿？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会建议租器材的时候跟他讲，帮你设前脚15度负，后脚负15度，这种两边都开，这样你到时候选择哎哪一边滑比较顺的时候，再做一个改变，这样就好了。最主要是看体重，再来看身高。
像这张板子，它的建议体重这边其实就有写，它的建议体重就是到75公斤。那其实我现在74，所以我几乎到它的顶，就它对我来说是偏短的，偏短适合什么初学？比如说它建议你要滑到155好了，先减3到5公分，那你就先用150、151这样子的上度。真的选不出来，我想初学到下巴就好了。你看叔叔的这个甚至比下巴底下。里面有一个底层打底，一件排汗衣或是那种发热衣也可以，然后一件中层中间厚度的就好，然后再加一件外套，这是基本的。然后裤子也是哦，一定要先穿那个内搭裤，然后再套滑雪裤。本节目由线上桌游吧 WePlay 冠名赞助，玩一局游戏交一群朋友，快来 WePlay 一起嗨翻天吧！好了，我们现在来到这一区呢，是那个凶猛野兽区，然后要由佩瑞族来帮我们示范一下我们当选手必须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动作目标。我们刚才示范那个是现实层面，你们可能真的有可能到雪场的时候可以做得到的程度。但是如果你们等一下弄真的有点天才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了，没错。好了，现在他们逼我们看一个东西，也不是逼我们，没有了。看完不知道会不会信心更没有。没有，这个是呢，如果你们今天真的练得很顺利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体验一下。Hello， 太高了啦，很斜 OK 的啦。这个就是我们先让达哥看一下我们目标在哪里，好不好？这是你的目标动作，对 ，OK 吗？达哥，我的目标动作，对，你凭什么帮我设目标？好，准备喽！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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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口在那边吗？刚刚在开玩笑，我们现在看一下那个真实的，要大家做的动作。还要再看吗？做。这个要抓两个白领，这个看起来舒服多了。很简单啊，就这样。对。感觉很简单，看起来很简单，对，看起来真的蛮简单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达哥的，你叫什么？钟标，达哥的钟标，钟标啊，竟然怎么那么多标准啊？耶！很温馨，我们刚刚看到的都是所谓的拉杆灌篮招，我们要从运球开始。好，而且从落叶跳开始。现在就要去运球了。好，要上篮了，各位。各位同学来喽！刚刚我们边看表演，有边稍微拉一下。有。好 ，Go Go Go！现在我是两边刹车一样，对不对？嗯。我左右脚刹车各站50。右手边放掉，只剩20，左手还是有 hold 住，对不对？左脚还是 hold 住，哎，我就会往右走。那反之亦然，就是用刹车力道来控制左右，这是通常我们教初学者最开始的方式。帮我把你左脚放掉一点点，左脚放掉一点，左脚放掉一点点，哎，有了，板子开始往我这边，好，眼脖子转过来看我，对，好，快要到边边的时候，回到中间，两边回到50/50，很好，很好，就是这样。转过来看，转过来看，很好。没什么太大问题。我发现这个 hold 住真的是微微的一点力道，微微的就好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其实器材本身就会帮你。这个东西呢，英文叫 high back， 中文翻译叫做靠背。靠背。所以滑雪要靠靠背。要靠靠背。要靠靠背，好不好？就是很重要。很重要。滑雪要靠背。靠背。要两个靠哦。要靠靠背。要靠靠背。如果你不靠靠背，你就靠。好，帮我下来看看，含住它哦，含住它，含住这个脚后跟的力量，对，让它慢慢的滑下来。好，很好。
刹车要够哦。对对对，这个很漂亮，这个很漂亮，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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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先维持横板，双手帮我扶下杆子，我要确认你可以留在原地。然后手借我一下下，不好意思哦。可以可以可以。好。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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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好，稳定好，稳定好，很好。轻轻的站起来，往前滑，在杆子前面尽量刹车，尽量不要撞到杆子，非常好。移动，然后眼睛看过来，很好 ，hold 住 hold 住，然后到这边回中回中回中，对。看右边，非常好。哇，你的腿在颤抖了，还好吗？还撑得住吗？还撑得住吗？可以吗？还行吗？还行。好。哎，很好，很好。累了。累了。好，再来暂停一下。哇。温妮，你不觉得累吗？累，脚很酸。我好累哦，我一直觉得有点撑不住。对。好，再试一下，再试一下，再试一下。抱好久，千万不能。踮脚，而是要脚踝放松，让胫骨去压鞋舌。压鞋舌。对，胫骨去压鞋舌以后，你看自然而然后面就会抬起来，膝盖是跪下去，去压鞋子，让故意让鞋子变紧。我开，不行。我快 Michael 了，我快 Michael 了。Michael 了，对。所以不够，是让自己停在这里。好，那要怎么停在这里？屁股往前推，然后膝盖往下压就可以了。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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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手放轻松，手放轻松。好，帮我回撤。还有，吓到了，吓到了。这个弯曲角度小一点点，变直立一些。对对对，然后膝盖持续向下，脚踝放轻松，让你的脚跟可以慢慢的多立起来一点点。哎，对对对，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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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有没有感觉？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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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很好很好。来，再帮我回正。对，好，再帮我。想看到这里，大家会很想要当滑雪教练，是不是？为什么？再继续看人，知道。来，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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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整个人转到我这边。好，手放轻松，对。很好，维持着，维持着。好嘞。好嘞。我脚跟好累，脚跟。可以吗？可以吗？脚跟很累。好，脚跟很累。等一下哦。啊，好。然后换到右侧刹车，就这样。然后要一个自由落体的 Q， 然后转腰。哎呀！转腰，差一点点，差一点，因为现在你转腰过来了，可是人还在右侧。往山下看，就直线看，然后转到蹲右侧，然后刹车，就这样，就这样，站。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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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太大问题。来。对，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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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发现洋洋一直过来吗？对啊，可以修。你也会冷要说啊，我帮你，我抱着你。你要再帮我再重置一次站姿。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要去吸收，你要主动去吸收。还好，可以接受。嗯，还在酸，有一点酸，对。陈麦强呢？啊，那人渣呢？干什么东西？他现在又是生病是吧？啊，一天到晚抱病啊！来，再坐一下，你再打一下。不是，为什么生活？对啊，最近身体不太好。还是身体不太好？哎，他去日本的时候活蹦乱跳，比鲤鱼还像一条鲤鱼。然后回来马上搞这套嘛，现在搞这套乱抱病号。对，没有，我先解释一下。上次其实我们已经有先来过一次了。是跟达哥，达哥有讲，他说这个地方 training 很好，因为他知道我滑雪的实力嘛。其实我已经不需要 training 了，因为我滑雪你知道吗？不是不是，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庞达不对的地方。
我好的几个没有剪出来嘛？他全部都没。来来，再打再打一下。但我想，其实滑雪这对我来讲还可以啊，我不能讲是很好，但是还 OK。不相信的话，等一下教练来你就知道他教我的姿势有没有。今天那个台哥要学的就是 ski 了， ski 是入门最简单的，但是你如果要学进阶动作是比 snowboard 还难的。当然难啊，对不对？这次我们的主题其实是一日滑雪选手，所以其实呢，不要学哪一只手，是哪一只腿，不要再讲这一次的呸呸，我们就是要挑战一个指定动作，压力给我太大，真的是。今天就是要看台哥会训练到哪一个程度了啦。通常我觉得是五度左右。好了，我们先欢迎学姐啦。哎，欢迎学姐。嗨，走。现在我们的教练，对，教练您好。等一下，台哥会先穿装备，学姐会先示范一个，就是台哥你要挑战的指定动作。那只是先让你看，如果你真的最后可以这样的话，那就是赞。就是说，以我这个年纪，我已经没有办法滑到这里，然后要再飞跃，这个我就比较差一点。没有，这个我已经知道，所以我把飞跃去掉了。你去掉了吗？对，飞跃已经去掉。去掉。看还能不能再去掉一些东西。那这就只能走路不行。那就这样子了，我们就麻烦呗。お願いいたします。第一个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安全帽，保护自己，避免说自己摔倒或被别人撞到。然后这个雪杖的话不一定需要，因为一开始拿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脚上就已经很忙了，也来不及顾这，所以通常都是这样在滑，对，这样在滑。所以一开始我们会先让他先从认识雪板开始，先滑了之后，可能第二堂课、第三堂课再把它带上去。未来滑行的话会有点像要打方向灯，给自己一个节奏，在这边点一下我要往右转，这边点一下要往左转，对不对？它不会拿来做加速。我们可以把这个当成挑战的目标啊！不可能的。啊，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们也可以变正面。当然正面啊，我还侧面呢，侧面就是滚下来。好了，我们现在就让台哥开始基本功的训练。OK。所以，我们先保持跟屁股差不多宽的平行。OK。我们要去弯曲我们的关节，三个关节，脚踝、膝盖还有屁股，然后把这三个关节弯曲一起平均的放在我们的这个鞋底这边，下背再放轻松，如果太凹的话，这个下背的冲击力太大会受伤，所以等一下脚尖在里面，脚跟往外，这样的感觉，对，这个好一点，这个好一点，慢慢的推开脚，对，好，对，很好，对，很好。大腿往内旋，脚跟往外。刹车，对不对？对，刹车。对，很好，很好。台哥，台哥做得很好。是不是想着达哥？没有，没有。站好，站好，对，站好。变大，变大，变大。对，变大。刚刚这个动作不是你在原地练习，因为有点紧张，所以动作都跑掉了。就已经屁股坐下去，膝盖往内夹了，胫骨要抵着，所以我希望你的手稍微推一下我，往下推，把你的自己的身体往前这边带起，很好，不要坐下来哦，站好，站好，对，刹车，拉一点点，脚跟推出去，这个到底是什么动作？ Okay 啊、好，再往前走一点点。好，帮我做大一点点的八字形刹车，脚跟再推出去一点点。好，稍微站起来一点点，站好，站好，站起来，眼睛看着我。OK。对，好。对，脚跟再推出去多一点点，不要夹起来，不要夹起来，站好哦，站好哦。还没带哦。哎。站起来，往我这边，往我这边，对，对，有没有？我们从上面下来的。等一下，脚放轻松，把八字稍微放平一点点。
好，不要蹲下去哦，站好，站好，对，站好。我可以拎着你的腰吗？可以啊，可以，你随便随便。再收小一点点，对，稍微再站起来，对，前面再收小，对，很好，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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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对，很好，对，很好，站好，站好，眼睛看上面，眼睛看上面，停起来，再停起来一点，对，很好，很好，我们很缓慢的滑。来，再一次哦，刚刚表现得很好，手打开，对，站好，站好，站起来一点，站起来一点点，站起来一点，对，站好就好，站好，放轻松，站好，站好，屁股不要翘，站好，站好，对，很好，屁股不要翘，胸口挺起来，好，慢慢的外八，慢慢的外八，外八，对，很好，好，帮我站起来，我实在太累了。这真的太累了，我没骗你。好，等一下、哦，比重训累十倍。我觉得可能就是最后那个有没有滑的那个有没有倒滑，我是不行。我是希望那个如果倒滑真的不行的话，对不对？嗯，我们就正滑了。正滑吗？啊，正滑又不行的话，对不对？嗯、我们就重现刚才那个学姐跟台哥的那个双人滑行姿势。算了，这样这样这样。我们这次去的是谁？有温妮、洋洋啊，温洋大哥这样。哦，那因为温洋他们都会滑的嘛，所以没问题，他们自己滑。对对对，品质要去嘛，对不对？品质会去，带工作人员对。品质有去过冰岛？对。品质你有去过冰岛吗？对不对？有。然后你是代表工作人员，因为是工作人员嘛，所以你工作人员你就带着我滑，就你等于是就是老师的。你刚才有看，你刚才有看到那个姿势吧？你可以吗？你倒滑你没问题吗？那可能滚下去的时候的那个，到时候躺的那个角度会不太 OK。躺的角度我来瞧啦，你瞧，没有问题，瞧，我一定会瞧到大家满意，好不好？我没有问题，你是不是在偷拍？瞧到大家满意，我一定瞧到大家满意，好不好？哇哇哇！兴奋，哇塞，要要兴奋，兴奋的，对不对？滑雪之旅我安排的真是太好，因为我自己本身来讲，对滑雪，你看过影片吗？就是几十年来，哎、欸，有没有？小月，你是谁？他讲的太屌了，你安排了什么？你讲一下，我听一下，我想听啊。我安排了什么？万文吉祥啊！而且你今天的这个造型，对不对？顾宝明，宝明哥 cosplay 炎炎消防队，你知道吗？哦，流行。哦，好响哦！好了，不要扯那么多了。但是最主要的是我安排了这样的一个滑雪之旅呢，是我因为知道达哥他滑雪还可以，而且他 snowboard 玩的还不错。什么时候知道还可以啊？然后你们两个小妹呢也不错，我也看到你们练习啊。所以我想，我今天就站在一个监督的一个角色哦，我就你不滑了，不滑了吗？请看我参考的影片，其实我滑的真的是。是我们这次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对啊，我的目标在昨天晚上餐厅已经达成了，吃到一个超好吃的餐厅，所以他已经达成了，已经达成了。
欸，我们这个影片很屌，叫做一日滑雪选手。然后前面已经播了40分钟都没有滑到雪，但是我们一滑雪的雪场场地就是在白马雪场、五龙雪场，好不好？掌声鼓励。国绿，国绿，什么欢迎？叔叔 ，Harry 叔叔 ，Uncle Harry。耶！今天这么荣幸啊！当然 ，Uncle Ben， 谢谢收嘛，谢谢。这个您应该滑雪有很多年，今年刚好20年，今年满20年，跟我出道一样。哎，对，我也是滑雪出道的。请学长帮我们讲一下，虽然有一位老手了，三位新手，讲一下我们今天要注意什么东西，还有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要注意呢，首先天气雪况嘛，对不对？大家刚来的时候，今天看到飘一点小雨，但也没关系，因为其实飘小雨的时候，那个雪是很软、很舒服。适合训练。那我们的 challenge 呢？当然，我们今天做的不是只是一日滑雪而已，一日滑雪选手，我们有跳台嘛，我们有上道具，上道具，上道具怎样？道具抽签猜今天是谁吃哪一碗咖喱饭，这样子吗？是不是？有一些雪场上面，我们像在以前滑板公园看得到一些道具 park 没错，要让大家来体验一下，好不好？学长今天是全程陪同吗？今天当然是全程陪同，而且不止我，还有我们整个团队都从台湾给他拉过来了。先掌声鼓励一下带的团队。谢谢。滑雪，听说在那个滑雪界，白马雪场是非常顶的。哎呦，尤其是我们来到这个五龙滑雪场，更是顶中之顶。顶中之顶。我们介绍一个非常了解五龙，你刚刚想 Q 的那位，进来跟我们的观众讲一下。六龙场 ，Demi 场。六龙。这个雪场你觉得怎么样？就是非常对初学者和家庭客人友好的一个雪场。另外呢，大家看一下这个 S Plaza 这个地方呢，是集所有的一系列的一站式服务于一身的一个 base， 有温泉，有 Omiyage Souvenir 的 shop， 然后还有可以修雪板的500 miles 的一个 shop， 然后我们的二楼有各种各样的餐厅。对，而且有雪具店，有 Burton 店，在可以就是我这样子什么都没带就直接来，像我完全可以，完全没有，你来干嘛的？那我们等一下，你自己滑雪也很 OK。我已经拿到了教练证。那你这个给我们的压力不是我们的，就给我本人的压力太大。那我们就赶快去享受一下这个一站式服务。现在大家去挑装备，挑装备，走走。行きましょう。选手组嘛，对不对？选手组，其他人他们去比较休闲的。我只是迫不及待而已，迫不及待。我也觉得比较快。问一个外行人的问题，像因为达哥已经蛮常滑雪了，那今天身边有这么多高手在，达哥还能够再精进一些技巧？当然，永远都有精进的，永远都有。我其实有想，我想学平花。哎呦，什么是平花？难吗？平花不难，平花不难。平花叫做平地花式 ground tricks， 就是不需要用大跳台，不需要用道具，就可以在雪道上面、地板上面做出帅气动作。哇，这个是最直接的帅气，很适合，是不是很帅？我跟你讲，快先翻。对，怎么可能？好了，这个简单的啦，这个是 top， 对啊，这个太 top 了，对对，这 top。那个学长都已经开下支票，48小时结束之后你就会一点平花。啊，绝对，没有出花了。好，出花，出花 ，Let's go， 我们这组先来 ，Go，Nice。好了，这个我们要走一下这个。如果说你什么装备都没有的情况之下，我们来到五龙的话，我们怎么样来租借这些装备？台哥在这里。OK。紙持って二番カウンターに行ってください。二番で。二番。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行ってらっしゃい。お願いします。身長は168は違いますね。170.3です。170.3。見えないですか？実際今167.6です。違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すみませ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他的这个型可能就稍微比较平一点，或者太圆了。俊姐，你这样会不会太龟？不会，龟的从来就不是帽子。我这样好像台哥哦，哈哈哈哈，台哥同组，你先压好了，好像适合
啊，我要这个。还不错哎。对啊。哎呀，你看看这个皑皑白雪，真是太美丽了。而且我们都穿好装备了，大家都穿好了，对不对？你们是 snowboard， 我是跟你们不一样，我是 ski。ski 哦。阿哥呢？阿哥人呢？人呢？是不是看到我这样的装备，他不敢面对我？临阵脱逃了，是不怕？哎呦！哎呦！哎呦！他说他想来泡温泉的，这样怎么录嘛？这个，走走走，我干哪来啊？我问你，你这样滑下来，岂不是想是正式向我下站？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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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我没有把你放在眼里。我想今天机会难得啊，难得吗？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很有天分的选手。哎，我觉得你稍微老师教你几招，我觉得你就会重振雄风。可以吗？我能到这边来，都到你这边不滑不起。我们练习的地方要讲一下，对，不是在这里，我们要搭缆车到上面。刚说的，我有一些concern，就是会害怕。你刚刚说要坐缆车上去，我就开始替他们两个妹妹害怕。你们怎么都没有人担心坐缆车之前我怎么办？你我就不管了啦，他早就我们就放弃了。没有办法坐缆车，他没有办法坐缆车。我们的缆车是非常安全的，可以坐八个人，而且八分钟就可以上到山顶。我问一个最重点，就是说我在上面有没有初学者的问题？放心放心，都有。对，我们下山下和山上都有初级的学员。那就这样了，出发出发，那出发了 ，Let's go， 来去。天哪！他说这边还会有，等一下我们上去那个林子里面，要注意看林子里面有没有看到那个山墙。还有像这个雪道，对不对？这种坡度啦，我跟你说，你这样下来，对不对？嗯、你可以决定你的速度，你也可以这样唰这样下来，可以，也可以这样哒哒哒哒哒，也可以这样。没错，没错，没错。你的转弯的形状跟大小决定你的速度。问题是我侧切不了。Uncle Perry， 有有有，要靠他了。我第一次看到这种阿尔卑斯山的少女的景色，很震撼。真的，对啊，你出现在这里，我们也蛮震撼的。好，那现在是什么样的阵型？应该是强、中、弱，所以我们等下分成三路来练习。算了，我也不想去扯这些，等下自己看画面就知道了。不要再浪费这些时间，我要开始了。就是这样，大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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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开之前，先让那个鼠鼠讲一下，就是今天如果 snowboard 要训练到什么程度，然后 ski 要训练到什么程度。进度的目标就是大家要安全下岗，这是最重要的。对对对。当然，我们这边会有一些招式，我们会慢慢的带达哥来渐渐的挑战。如果台哥的话，那就是。安全，安全，非常安全的 Z 字型能下就好了，好不好 ？Z 字型能下，两位女同学，我们就看你们的表现。我觉得你们也非常有希望，可以练出个一两招平花动作，有没有机会？我觉得有机会。好了，那就好了，分组再看哦。分组练习 ，check it out，check it out。好。还没开始滑，先照相。台哥真的在雪地的感觉怎么样？滑，好滑哦，不太滑了。不过应该跟那个室内雪场就是差别很大，就太滑了。你现在全身装备上去看起来，讲实在话是蛮强。他们说滑雪地的，只要穿那种荧光色的都是高手。好了，我们简单的往前稍微走一下，那我们再把雪板打开，变成一个 V 字，一左一右，轻轻踏一下，踏一下，踏一下。哎、欸，非常好。不会痛，不会痛，但是问题是我还是没有办法适应这个滑度，太滑，起不来，太滑了。哎、欸，我跟你讲，真的是不行。其实会跟重机一样，你要练一下。太滑是因为日本的雪质，还是说天气？我没有，刚刚只是有点小，有点小坡度而已，有点小坡度而已。我觉得教练你还是牵着他先好了。没事，我先牵着他。对。
哎，非常好，哎，很好，很好，好，哎，可以，非常好，非常好，来，试一下，好，不要那么大，可以，可以，不错，不错，感觉不错，再来一次，就是感觉非常好，非常好，可以，很好，很好，对，哎，非常好，台哥，非常好，很好，现在不要看地上，好，用你的下半身去体会一下，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做个小测验，这边有个稍微有个这个反了这么一点小坡度。我们目标是什么？我人在前面拉着你，慢慢滑下来，然后我们做个小刹车点，好吗？好，试着说一下，然后拉你往前，好吗？哎，很好，放松放松，看前面，对，好，刹车，刹车刹车，刹车刹车刹车，哎，要滑起来一下下，还不错哦，哎呀。哎，刹车，再多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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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后面是不是可以再更多？对，表示角度是不够明显。对，好，没关系。那我们要不要先下来一下？一头下来一下。奇怪，我以前会，为什么我现在不会？我觉得是跟那个一样，要先热车啊。热车完之后，你就会跟那个重机一样，一开始也会觉得。突然忘记，很像怎么连打档都忘记了，有没有？对啊。可到最后，你看你直接骑完了，只要他能顺利的这条滑下去，滑下去我们就吃饭。对，我们就吃饭。这一条我都滑不下去，就这一条来滑个屁。好，不好看前面，上半身放松，好，八字。可以。还不错哦，蔡哥。哦，可以耶，可以耶，你只要放开就可以耶。对啊，你刚才只是都太担心，所以太用力了。你再练习个几趟就可以了。法师，法师，放松，放松，慢慢的，好，轻轻的，来，慢慢打开，慢慢打开。哎，非常好，蔡哥，耶，蔡哥。感受这个感觉，我真的被这个气氛感动，烂成这样还气氛感动，这个教练我是看过全世界最会鼓励人的，真的是无恙，他是鼓励人，真的很感动，你哎成功了 ，1、2、1，哎，一样哦，放松哦，一样的感觉哦，很棒很棒，非常好，我会在你前面，不用担心，好吗？下半身放松，慢慢的，慢慢的，哎，好，八字。他会刹住的，好，刹住，来这个刹，这个刹，可以哦。台哥刚才想要转了一下哦，他就不小心转，不会，转弯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哦。我然后再给你讲更详细一点，来哦。好，慢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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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找到感觉，继续接着。耶！哇，台哥，你成功了！看到台哥那真的会感动。好，台哥，我们先休息一下，可以了。我们来。OK， 我地拖。不行，还是不行。来，哇，我卡断你那边。好。哇，还是不行，还是不行。我先帮你拖好不好？好。打台下来。嗯。好，出来，可以。OK。哎，我感觉 ski 比较难。好，你看，所以我看你这样溜的 ski 比较难，你看你干嘛选 ski 啊？可是我不能，我没有办法两个脚都被绑住，很怕。学长，像你这样带台哥一个稍微这样几小时，对不对？你觉得台哥的最终目标可以定在哪里？就定在哪里吗？可以滑下来。他刚笑，他说定在哪里？啊，不就只有你觉得是还在哪里？我们可以试着让你走一点点小方向。对，学长，五十公尺有可能吗？五十公尺啊，不可能。哎，怎么是放真的放屁了？我觉得我们十到二十之间。哎，我跟你讲，这个教练是我这辈子看过最好的教练。教练定出的目标是二十公尺，没问题。今天的目标是什么？对，今天的目标。我定个目标。好，我想一下，在吃饭之前，我觉得再跟板子再更熟悉一点。等一下，如果想要再做别的动作的时候，会更容易的做到我想做的动作。嗯，对。Let's go。放松，很好哦，哎，蹲下，马上摔，蹲蹲蹲，很好，很好，对对，先控制，下来一点，下来一点，到雪道的中间开始，一样，往旁边先切出去，画一个 C 再开始，站，蹲，
蹲，好，站，蹲，很好，很好，眼睛看着前面，很好，很好，继续连站，蹲，早一点蹲，对，抽站要早一点蹲，丢站很好，但是抽站的时候蹲，这个时候就要蹲了，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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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好，对，这么手再朝下一点点，好，把你的左脚稍微指着下面一点点，往下方这边走，好。手再出来一点点，手再出来一点点，小心小心，来，哇，很多凸起物，好，接下来你坐着坐着坐着，哈哈，可以，很好玩。所以刚刚那样子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刹车？如果我们这样转得动的话，好，坐下来，哦，坐下来就可以。好，转回来刹车。好，回来刹车的时候不要甩过头，再一次，再站那边。我问你很快。其实有 SBK 学过这个基础，你的站姿其实是一样的。对，只是剩下的好像就是要适应跟，因为在 SP 的话，它的地面都会是一整平，可是这里的话雪会有忽高忽低，所以如果像我是很新很新的新手，然后一突然没有。像教练这样说要蹲很低的话，会不小心站太直，然后就加速了。好，我们这边开话没关系，往这边开，看过去，好，看上来都没有关系，好，全部看向我，看向我，然后脚后跟刹车，对，哎呀，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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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很好啊，很好啊。用板子把自己推一下，对，来，眼睛看过来，我这边，看过来我这边，对对对对对对对，很好很好很好，就这样就这样，刚好刚好，第一波成功了，耶！你看，你第一次下来车是站着，对，因为是不是有教练在旁边？没有没有没有，我稍微一个，有稍微，来，张不要打我。我这样看，然后你从我的视角，你过来从我的视角这样看过去，哇，看起来很像，哇，什么意思？阿尔卑斯山。对啊。好，来，我们穿着稍微的推过来一些，你说你这边很敢推，对不对？对。然后你那边也要敢推哦。好。你的穿着，对，你要推过去，脚还不要勾起来。啊，不要勾起来，髋骨再推，再推，再推，克服这个，推过去，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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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来，掌声。再缓一点，放轻松。来，我们先到一个看山上哈，身体用身体去感觉一下。先，我帮你看后面，我帮你后面。先适应一下。对，先习惯一下。来，张哥，不要打我。对，太多了，挤回来。往上慢慢挤，轻轻转。好。对对对，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压好你的方向盘，要转好，压住它，对，前脚压住它，对，稳住，稳住，稳住，对，把你的板子压好，身体不要倒太多，对，非常好，非常好。我觉得偷赛比较难，只要立正站好，膝盖微微给压下去，就这样就可以了。真的是我看不到后边。所以我刚刚有让你看侧边，有左边，你就往左边走。对，所以你就看着侧边，记得肩膀不要打开。好，两只脚一起刹车哈。好，好很好，好这边板子稍微指着我，板子稍微指着我。好，两只脚一起往后刹车，好刹车，勾脚。好。可以可以，好。好好玩哦！等一下哦，啊，超累，我的脚都超没力。对啊，好累哦。好，我们这边呢做一个小小的练习，我们增加，要稍微增加我们 up down 的幅度。Hill side 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比较像深蹲，蹲得下去，对不对？现在问题就比较多在偷赛。偷赛，偷赛你会站得太直，然后蹲没有回来，嗯，结果就又没有空间站。我们要想办法让我们的身高在偷赛的时候可以压到这样。
优赛，对不对？啊、哦，然后马上这个时候就已经要压在胫骨下面了，就基本上打直板的时候，你马上就脚踝要关起来，胫骨压在上面。很好，切切多一点，让你减速，然后 up， 往另外一边慢慢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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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蹲。好，习惯一下那个胫骨一直压着鞋子，用胫骨去控制板子，而不是脚尖。好，蹲，对，就是那个感觉，去找那个感觉，很好。好，接，很好，很好，稳住，稳住。啊，往右脚蹲，右边的膝盖，对，右边的膝盖，好，啊，蹲，对 ，good，nice，nice，nice。有什么可以吃的？对，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菜单先，这边。说实话，怎么样？挫折？没有，我非常非常激动，非常感谢。就我觉得看到台哥这样子，本来一直要我手牵着他，到后面可以完全自己就是停下来，看他到最后可不可以滑行，20公尺，可以再减半好了，十可以。Okay。达哥吃饭了，来了怎么样？還我还没，因为 我在顾台哥。可是台哥刚才有一个很感动的事情。怎么了？他终于可以滑行了，好感动。他动了多远？大概1公分。来吃饭，吃饭，真的很感动。你们练习的怎么样？我跟你说，我现在已经会转弯了。转弯？对，我练到转弯了。那我问你呢？我好像算你一直在我在吃别人的咖喱。你现在练的怎样？我练到要问教练哎。他练的怎么样？落叶飘现在还不错，等下我们就要进入 C 了。C， 啊，那杨洋呢？刚刚已经进入最后一个 C 了，最后一个 C 已经可以转。我靠！问我们台哥进度？问一下台哥进度怎样？台哥刚刚终于滑30公分了。身为木曜片头工商一哥，我不能忍受！哈，木曜家自己的工商怎么可以少了我？木曜家厨房全新推出海鲜咖喱棒系列，首波主打浓浓日系感的海老炸虾咖喱，严选肉质 Q 弹的黑草虾，裹上天妇罗面衣 ，QQ Q 你欧一系。以及广岛炸牡蛎咖喱、海中牛奶、封号的肥美鲜甜广岛牡蛎，超级好吃的是。最后还有一次将牡蛎和海老放一起的 mix 版本，让大海在口中双重暴击。嗯，真的好好吃哦！吃了咖喱，是不是要来一点饮料来搭配呢？嗯，台湾奶茶节第一名奶茶，收码木曜家厨房新义店独家贩售哦。木曜家厨房。照顾你的每一餐，还是要我来演嘛？这样才对嘛！好，这样不要再开玩笑，就聊点正经的。达哥真的表现很好，哎、欸，没有，我很想讲，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再哭下去，我这东西要面对现实，不行就是不行。我人家好就是要说人家好。哦，这一次的这个滑雪的 MVP， 他不行。马上！哎，才刚第一天就把我推出来，什么意思？要是已经告一个段落啊，就算了一个。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你刚刚在干嘛？对啊，我想了解刚才哥在哪里。教练描述，听教练讲。教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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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练。教练，我跟你讲，我是教练。与其说他是教练，不如说他是看护。因为我以为我是在复健。刚才本来台哥一开始是需要我搀扶着嘛，搀勉强的，你不要用搀，可怜你过头了，辅助，辅助，抱歉，继续，是不是？然后
到后面的话，就是我可以完全放手，然后台哥自己往前滑，然后自己刹车，完全刹住。Oh my god！对，所以你的进度现在大家知道了，坤达哥的进度大家知道。你问一下两位妹妹的、啊。你现在怎么样？你滑的好不好？我滑的很，状态很 棒，很喜欢，好好玩。你滑的可以啊。我要靠近我一点啊！你要这样子、啊，你可以亲切一点。对啊，那你来一下嘛。问你，你滑的怎么样？还是一样一样。滑的不错，滑的不错。您刚有在从那个烟雾冒烟的地方下来？像这样子，像这样子吗？差不多，像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吗？我跟你讲，还是我换成 snowboard， 好像可以哦。反正你实力也不强啊。我跟你们讲，你们是撸直直的吗？对不对？我是撸横的。那块看到没有？有一个好像雪的一样那边，就是把雪板放在那边的地方。那你刚都在那？你都在那？你们刚刚开场的地方，你就在那里。雪板的停车场。哦、我现在还在停车场发车，雪板停车场，有没有可能教练倒着滑带着我这样下来？就是这件事，当然没问题。等一下让凯哥上去那里。Oh my god！问一下，你现在在这边是在酒店停车？不是，因为刚刚你们觉得说，但是我现在成果发表给你们看。哦，成果发表，在停车场的成果发表。教练还要调呼吸哦，怕他没呼吸是不是？要确认，先不移，不移，不移，先不移，先不移，先不移，好不好？先不移。他怎么感觉手断掉？好怕！哇！你刚刚就一直在练这个吗？浪费我们时间嘞！把握时间好啊！我还没讲完，我还没有讲完呢，浪费时间了，我还没有讲完。好，就是这个感觉非常好。哎呦！非常好啊，才哥！刚刚速度还挺快的。你在控制的。爽吗？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住的地方。Never Land。我跟你讲，你如果只要来到白马乌龙滑雪的话，你可以来这边住。我们住了两天晚上，为什么我不是在第一天就拍呢？因为总要试用嘛。来问一下，觉得怎样 ？Nice， 爽吗？爽。OK， 100。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大家聚会啊，还是一群人直接包一整栋。
然后你在里面好好的享受你来滑雪的日子啦，因为我觉得真的很 chill， 我真的极度推荐 Neverland， 我们就下次白马五龙见了。哎，我跟你讲，这是我第一次开场的时候啊，后面的快点跟我讲完，你看我们后面，你摄影机调高一点，你看一下我是不是站在悬崖边那边主持，我的妈呀，这能滑得下去吗？我先问一下达哥，达哥，你看我啊，达哥，你这个高度你下得去吗？这高度下去是可以下去，但下面那几个跳台就看看就好。跳台也不行啊。我们现在这一集呢，有你努力不懈的画面，还有达哥的。真的有吗？确定真的有吗？有拍到、哦，很感人，很感人。然后两个妹妹呢，表现也很好。我们现在插的是这种超水准的精湛画面，这一支片子就无敌完美了。但我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去要求达哥嘛，不可能啊。那个阿良呢，请教练，请了国手，还有两位神秘的学长姐，对不对？等一下为我们示范一下。好，看完从此放弃滑雪，会不会这样？不会，你会对滑雪更有信心，更有热血了，更有热血。我有一天也要跟他们一样。Fly in the sky。哇！我跟你讲，你从这样走下去，我们都不会。哎，你讲一个，你以为这句话很幽默，对不对？我跟你讲，恐怖了。等一下，我们就要走下去。对啊，真的要走下去。因为等一下呢，你会看到我们右手边最大的那个世界杯等级选手的跳台。我们要从那边飞过去，你们要在下面跟我们飞喊。谁帮我扶上去？我在那边上面跟他。你要拐杖？我抓着他上来嘛。我等一下就看在哪里跟你们飞喊。我先来。没问题。没不危险的。好了，拜拜。不是啦，那我们就过去看看喽。Go！你在那边看呐，我还可以拍一些画面。真的啦。真的啦，你不要走了。嗨嗨，我跟你说，先前庭提要一下，台哥确定是下不来这里看，我知道。所以呢，我们就分两个现场，台哥在上面看着他们的英姿，你们在这里当第一现场的主持人员，最佳 VIP 位置。台哥，你觉得有没有向往？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已经过了，我不会有向往这种东西。我这种东西，我就看看就好，你知道我欣赏就好。国手是不是？他是国手啊。对，没有佩奇说，佩奇是退役的国手。我退役的。再说一次，你叫什么？米粒。米粒，你呢？米飞，好香哦！我可以跟米粒跟米飞照张相吗？当然可以，做的行嘞。米飞几岁？五岁，你怎么那么厉害？你呢？八岁，好亮。小孩子是最诚实。你猜猜哥哥几岁？什么哥哥？什么哥哥？你猜阿公几岁？哦，你看小孩子很诚实。那米飞，你觉得几岁呢？16岁。答对，谢谢谢谢米飞。那你知不知道我们是什么节目呢？不一样，是超玩。对，这边有教好，有教好。我们今天找他们来，不只是来跟大家拍照，他是要来示范我们今天的挑战项目。我们做的是的，准备好了吗？刚刚有一点点暖身吗？我们要去示范一下，我们等一下要跳那个小跳台，小棒可以吗？我们会协助。米飞可不可以？其实米飞也会跳小跳台，米飞也跳跳台，好了好不好？他们两个都这样了，达哥的压力就大。哇！今天跳跳台是这样在飞的吗？我来处理一下，我希望你自己要跑起来。你觉得你的跳台比哥哥厉害，还是哥哥也很厉害？小孩子真会感
说啊，其实我是他们两个的小粉丝。哎呀，真的哦，我常常看他们的影片。不能说我们只有 snowboard 的有学姐，对不对？我们也有 ski 的。今年几岁了？我今年十三岁，现在十三岁，多厉害！是要麻烦你了，我要示范一下，看看。来，太棒了，太棒了。首先我们要示范的一个项目呢，就是我们温秧组，我们要挑战我们的道具，这是一个 box， 从上面直直的滑过去。好，我们先看一下示范，示范组 ，Let's go， 噔噔噔，从这滑下来，然后上 box， yeah， 哇，跳台示范，哪里？我要看哪里，飞抓板落地。哇！哇！好可爱哦！大帅哥，大帅哥！哦，看看看看！哇！哇！压力好大！你要教他抓板吗？我没有，但是他，你也要测验项目，你也要测验项目。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台哥的项目，来，安妮亚。可以的。如果这个太难，对不对？台哥好，另外一个挑战项目。真正挑战项目。哦。太难了。大概。刚刚是接他过而已啊。就这样。就这样。我两天来，然后你就这样。那两天。这样好吗？三个礼拜。好，这怎么测验呢？各组准备带开教练们，要来带练习了，好不好？练习啊 ！Let's go， 拜拜。就跟昨天的东西都一样，只是这边变得非常非常缓，会比较黏一点，大家是这样吗？我需要站在前面吗？还是给你一段好不好？那是因为没有，要坡度减只剩五度了。说杀就杀，说左就左，说右就右，还可以，十足的进步。其实我已经做到整集把你剪掉的准备了，但我却没想到你在最后一刻竟然成功了，很感动。是你自己看到坡度，我说好不好意思？我觉得你们很会换位鼓励，你知道吗？就是一直鼓励，一直鼓励，鼓励的话是一样，然后标准一直降。我解释给你听，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我不是那种扣分型的，我是加分型的。原本你对我来说是一个没有分数的人，然后你原本我对你来讲没有分数，没有分数，你会了这个五分，会了这个十分，一直往上加，加到最后，哎，是几分很好啊。我为什么在你就在我的淫威之下？你干嘛？我在我的淫威之下。我啊。这么缓的地方，他能做到，他已经懂了这个理论，跟用哪个机群怎么样去找他。观众看到这边都感动，连台哥都能教会，相信你们也都可以被教会。找他，好不好？记住他的样子。还记得眼睛看着前面要蹲低该怎么做吗？好，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屁股蹲着？哦。试着把你的鞋子压在鞋舌上面，那怎么做？可以帮我的脚趾稍微的勾起来一点，增加我身体的压缩。好，下去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刹车。刹车。
好，先拉车，怎么样？很好，很好，来刹车。啊，这边是我们的斜度，那我下去的时候是变斜了。对，照理来说，我人是不是就应该跟着去迎接这个斜度？那我们刚刚其实身体还站在这里。对，那这个时候这边就压比较重，所以脚你就喷出去了。对，所以等一下我下去的时候往下滑，就把重心压在前脚上面。好，眼睛你看着前面哈。OK。然后这个去吸收这股压力。好。好，跟着这个压力走，压前脚，然后往这边扎。哇，还是有点往后。我们等一下下来的时候可以先去让自己迎接一下这个速度，我们再慢慢的来刹车，因为一开始它的冲击力量是最大的。好，好，重心压在前面哦，等一下就滑一小段那种，先滑一小段，然后慢慢抬过来。啊，好难，重心转移。没事，快要成功了，快要成功了。教练好辛苦，虽然从到一直帮我们穿脱鞋子，最累的是教练。重心慢慢的压在前面，好，慢慢把弯做大了，把弯做大，把弯做大。啊，慢慢来，来，弯到脚踝外侧。没问题，赶快赶快加把劲，好，慢慢来就好，慢慢来就好，好，慢一点，靠前面，眼睛看过来。哇！还好吗？还好吗？我刚刚想说直冲直冲直冲，我要记得刹车，好好玩哦。脚踝勾起来，脚踝勾起来，身体降低你的脚，降低，然后身体在板子的正上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好，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好，上去，压好。呜，还好吗？我应该要怎么样？没关系，你就滑下来就好了，就滑下来就好了。下去的时候你就顺着蹲下来。好，往前压一点，再往前压一点，往前脚压，前脚压。好，走走走。哇！有没有好一点？有有有有，很好很好很好。压住前脚，压前脚。好，刹车。好，稳住，腰挺直。再来，再来，再来，好，刹车。我觉得好像太快了，太快了。对，我下来的时候你越慢刹，你滑的速度会越快，所以我尽量让你还没有那么加速的时候刹车。压好你的鞋子，压好你的鞋子。好，刹车。终于成功了。耶、yeah ！太难了吧？啊！就这个吧，去考试了。考试就压力很大。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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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脖子很快看前面，眼睛向这边扑低，完全平板起跳收腿。Let's go， 加油，加油！好，出板了，出板了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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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蹲低，蹲低。刚好算跳起来吗？有跳起来，有腾空大概一公尺。那我是不是跳太高了？下面看很高。其实练这个跳台啊，我觉得最累的是走上来。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啊，这样走是有好处的，因为他边上来就会边想，哦，我上一个没做好，走出来有够累，不能再浪费了。他就会想办法好好的思考你要做的招。你飞来示范一个好不好？你的空中帽跳起来，然后抓后手抓板，对不对？可以收起来，到你落地为止。给大哥做一个示范。身体如果拉起来，你一定要左手下去，腿要上来。
不能只有手下去。这招的确是会帮你把手拉起来。停板，停板，停板！兄弟哦，来喽！恭喜恭喜恭喜！画面留好。但是板子有点拖到地了，就是还不太敢跳嘛，还差一点。加油！加油！加油！呼！其实以台湾现在滑雪天数几天？5年前要算吗？5年前的除以二的话，我觉得大概就是不到20天，不到二十天，所以真的非常厉害。不到20天你就直接来，也是被你们逼的、啊，也是被我们逼的，没错。他其实也没有很想跳的。大家好，我是陈开，走开没你的事。老鞋真美颜影富含日本专利胶原蛋白5000mg，搭配天然植物多酚，让您妹妹。好好妹妹，好喝吗？很好，让你美的发光。其实，晨晨也是可以美的发光。老学生是你的好朋友，我喝一点。想停啊？不是想停，我想美颜。饥不择食啊，美颜喽。你想美颜？美颜了，给你一包来来。不好意思，干爹说功效要再讲一次。老鞋真美颜影富含日本专利胶原蛋白5000mg，搭配天然植物多酚，让你美的发光。哎，测验了，测验了。经过了激烈的训练，我这样子好了，我率先出来做一个示范。没有示范，我们这是测验。对，是这个。我率先出来做测验，我希望你们大家买票进场。看我来做这个哦，你那个测验初级成这样，你还要卖票？你这样在魔术前面说，这样你还要买票？你有没有搞错？我讲是从这个坡直接滑下来90度右转，转弯以后到这个。第二个呢？我建议说养个妹妹好了，养个妹妹这样。那怎么了？怎么压？我又压，我又压啊！你要压嘛？那就第一个，第一个。哎，等一下，准备看第一关，手指变不见，check it out，check it out 喽。为什么手指变？教练有信心吗？可以。加油团，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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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将来必定大有成就，哎，好不好？我的结束了，换女生了，换女生了。哎呦，今天女生太漂亮了，哇哇哇哇哇哇哇！现在换我们两个先生，好，你看。哎呦，这一点技术也拿出来表演，那个离地15公分也敢秀？就是啊，我刚他离地15公分了。对啊。打开，您看前面需要帮我往前压屁股，帮往下坐一点点。好，好了，好了。可以的，你可以的。走了，走了，走了。好，不要停下，你看前面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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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一点点。哇！哇！哎，几乎几乎是起来，哎，直接脸在转，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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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个字是真的，因为真正的技术骨在这里。对，技术骨。今日滑雪选手成功，成功。好了，我看一下达哥的，达哥，豆豆，豆豆，达哥，豆豆，达哥。加油！这跳跳完，今年的雪季就差不多结束了。大哥厉害，这抗压性一流的，真的。刚刚那个瞬间，心里在想什么？这么多人是想怎样？抗压性还算 OK 啊，真的。而且跟我刚刚整个大回旋，大回旋，大回旋，大回旋。你们三个人呢？四个人呢？三组都是一次过，我觉得非常的屌。嗯，我这样子还要分几次过？你自己也知道，就不要再说出来。听说有这个授奖典礼，授奖典礼给通过考验的每一位，好不好？真的是。现在我们的颁奖典礼，多多，好了，授奖典礼，这个报颁奖典礼。那颁奖典礼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下那个，就是 Perry 啊，整体上来讲，带过这么多学员，我们这一期学员，我觉得很赞，因为的确我们间数其实没有到很多。我们在台湾练习三天而已，然后呢，我们雪地上面其实时间有限，但是呢，我相信团队们的带领呢，大家循序渐进，其实我们都达到我们当初在 SPK 就已经 set 的标准。所以这次算是很成功，很成功。所以我们这次要讲的一日滑雪选手，成功。还没有，你刚刚不是讲什么颁奖典礼吗？欢迎吊龙 Demi 桑。这就是我们全山的镇山之宝，护住 Dragon Eggs， 护住龙蛋。那请问这条神内裤是要送给谁呢？那当然是我们的台哥啦！先要给到我们的白翔，我们的白翔，谢谢谢谢。训练或往选手的方向前进，对不对？这是我们希望在台湾持续推广的。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个，就是在台湾募集选手，全台湾广征哦。而且不只是现在会滑雪的，如果你不会滑雪，你有兴趣想要成为滑雪选手，我们也有办法帮助。对对，持续的关注是都是这个，这个很好，真的。那我们现在可以讲一日什么东西？一日滑雪选手，一日滑雪选手成功。特别的礼物给特别的你，爱心。哇，你看这边，看这边。他们拿超久，他说我要给你，他拿超久。好可爱。快融化了，快融化了，没关系，没关系，保留在大哥的心里面。对。I got money, I got cars, but it's never enough. They ain't worth nothing without your love. I got diamonds, I got furs, but it's never enough. They ain't worth nothing without your touch. Find me out on the dance floor, asking me what I dance for. Got thighs on me, so I get low. All eyes on me from the get-go. Everybody watch me while I get mine.Spend money while I spend time. A lot of shopping, little red wine. But I'm going home when it's bedtime. Marc Jacobs, Michael Kors. Take me to department stores. I hope that you can afford it. If not, then I'll ignore you. I want the finer things. On my fingers, diamond rings. Add it up and it's not that much. Cause it ain't worth nothing without your touch. I got money, I got cars, but it's never enough. They ain't worth nothing without
From the condo that you paid for, on the way to the yacht on the water. Clothes off, I ain't seen hotter than the neon lights in the nighttime. When I decide it's the right time, well I like yours, I know you like mine, 'cause you ain't seen nothing quite like mine. Look, don't mean nothing without your touch. Your finer things don't amount to much. Trust that you can count on me to let you know if it's not enough. All I really want is more of everything I have before. Love to love my life away. Party every night and day. I got money, I got cars, but it's never enough. They ain't worth nothing without your love. I got diamonds, I got pearls.